盐酥鸡、台式炭烤香肠、清爽解腻的绿茶，还有台湾夜市里常见的套圈圈游戏，在洛杉矶时报美食展里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试吃。那我们知道台湾的美食啊，受到 CNN 多重的报道，那也有报道台湾一定要去吃的小吃四十样。我们今天就把台湾最有名的盐酥鸡，就是我后面的这个，带到现场，希望能够让美国的朋友能够好好的来品尝。交通部观光局驻洛杉矶办事处连续三年参加时报美食展，让更多人品尝到台湾美食，也特别安排超级任务组组长欧雄在现场拉客，一位曾到台湾的美国民众对台湾也有好印象。We were interviewing women all over the world, and we met with some women in Taiwan. We stayed at the beautiful Grand Hotel, and it was a beautiful, beautiful hotel,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places I've been to, and it was a beautiful city.南加州最具特色与规模的洛杉矶时报美食展，来自南加州各地著名的美食和餐厅都会参展，提供各式各样的美食让民众好好享受。